我们看看啊，他这个教典呢、就是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要想成佛，你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菩提心。大事因缘莫过于此，佛的出现于世，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啊。这大事因缘中没有比这个是更大的事情了、这就重视菩提心呢、重视菩提心不是光重视啊，他要真要发呀，就菩提心论，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这个菩提心就包了，就含藏了一切佛的功德的法都在里头。哪来就是这个重要，就可知了啊。若修正出现，你的修持得到一定的正，但是不是最后的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它还是有一定的正吧。只要你出国，那也是正啊，是不是啊？那个禅宗开悟，破本参，那也是正悟啊。然后破潼关，破摩诃楼关。啊，他这是有些证啊，你得三昧啊，这证到某种三昧啊，这也是个证，但是就是这当然不是等于那个最后的彻底的那个信解心证，最后那个证啊，在你修证之中出现，你能够出现了菩提心了，则为一切导师啊，你就是一切人天的导师啊。你看见没有，不是那些其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啊，都得了点小便宜小好处，得了小感应而不知道啊，这个重要是如此重要啊。若归本则是密言图，你这个心能够发了之后，它又归于它的本，归于它的本源，那这个本源就是密言图。密言图是这个密宗的毗卢扎那的佛图啊，也可以说也就是极乐世界啊。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你就这坐着修法，你这是出现了菩提心，你不要起坐，一切的佛事你已经完成了。所以说这里有出现两个字啊，说这个地方的菩提说得很高啊，这个菩提都高到这种程度了啊，出现了菩提心，就是一切的导师啊，人天都是导师啊，啊，甚至于九法界都是导师啊，一切嘛，对于圆觉，对于声闻，对于菩萨，你都是导师。归本那就是密言国土啊，啊，也就是华藏世界啊，一真法，一真法界啊，不起于坐成一切佛事，那还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一切佛事都已经圆满成就了。所以菩提心是这样的殊胜，这样的重要。又赞菩提心说啊，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殊胜大觉位。你要求佛的智慧，你能够通达了菩提心了，这个就比那个要求的低一点。通达能够通达，能够通达的话，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身，在这个生命之中，你很快要成就到大觉之位。所以菩提心是如此殊胜，我们也发起了很大的志愿，也有了智慧，也有了慈悲，也有很愿力，算不算已经发了菩提心呢？我这打个比方，咱们拿这个杏树的核，这个埋下去。
这个幸福它要长出东西来啊，第一步是那个杏仁里头开始有一点点绿，然后长出一个绿芽，从杏仁里头出来了。第二步呢，就从这个软皮里头钻出来了。第三步呢，杏核不是很硬的，从硬皮里头钻出来了。第四步呢，就从土里头长出来了。这要长出来，一离开土这么高一个苗，咱们要问人，你说这是个什么呀？不认识啊，长出来什么？啊，这是杏树，就这么高，就管它叫杏树。就是说，你这就这个地方发菩提心，就出发心时变成正觉，管它叫什么，就叫做佛了。就刚刚有一点绿，总之是变化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谈呐、啊，一个理解的问题。而是真实从内心有所发动，所以叫发菩提心，跟树上发芽的发子跟那个种子的发芽的发子用的一个字，所以我就挤了一个杏核的发啊，这个发那么发菩提心的发是一个发字，是确实有一个新生的一个面貌。还有这个华严经反过来说，王师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也，这句话就也是非常深刻。你要把菩提心忘了，你修许多的善法，你做的是魔的事情。所以从这句话来说，很多佛教徒在做魔的事情，忘了菩提心还是做魔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发过。你再修桥补路，再那儿这个度了多少僧，造了多少庙，造了多少像，是为魔也。这不是我说的，这华严经说的。华严经我菩萨说这个经典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华严那就没话说了，最高的华严的话。所以重要就是如此。所以一般人只是在这个小地方上去着眼，搞一些个次要的事情，往往抓不到根本，不知什么是切要啊！这个发菩提心，不管你修什么，都是根本啊！你是这禅宗、密宗，刚才说是密宗，禅宗更是如此，一切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底下有一个解释一下，因为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为主，其余都是辅助。一种说法呢，以念佛为主，其余都是辅助。这个对立面的这个意见我这写的有，我就不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两句话合在一块说了，就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就下面这一段我们就节省时间了，大家自己看看了啊。就是两面都照顾了啊。一项专念呢，一项就是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偏向一边，是一味的老是这样啊，总是这样，一段时间是这样，这叫做一项啊。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嘛，就是专横一指持名念佛啊。专程的依止这个念佛的法门，在这儿实修啊。这个一项专念是根据于第十八愿“十念必生”这个大愿，因为它提倡你有十念就可以生了。但十念我们不能够说是等到临死念十念呢、啊，是不是？我们既然理解了这个方法，理解了这个重要，理解了这个普度众生只有这样一个殊胜之大义门吧，那自个儿就要念呢，是不是啊？所以本于这个十愿必生的大愿嘛，就是一些老念呐、啊。你老念之后，你在临终的时候蒙佛来接引，慈悲加佑，你才有最后那十念呢、啊。
所以咱们要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做到了，必得往生净土，就可圆正的不退。所以这个经里头上辈、中辈、下辈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往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果觉因心，因为这个是念佛，这个佛号是果觉的名号，这个果觉的名号它具足一切功德。现在我是在因地，我在因地中嘛，我在念佛呢，这句佛号就成了我的心了。我的心里现在没有别的，我就这一句佛号嘛。所以佛的果的觉悟成为我在因地中的本心，非常直截了当啊，就近方便。这就很显出来弥陀的一圣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威神功德啊。那么一向专念到底念多久呢？就是尽行受，以至于到十念，最多你就这一辈子老是念。这种人很多啊。我这前前几年福建一个老太婆80多岁，念佛往生，一天念几万。啊，她死了之后的照片，那个净土资粮，我那个净土资粮号登了她的照片。这个尽心受，他一生就老这么念了，念到后来之后，他跟他一天跟他孙媳妇说，他说我不要给我做饭了，我见着佛了，我就要往生了，他就不吃饭，还是念，啊，还是念，他后来就见佛，看见佛又看见佛来了，最后是还是半切不做，大着衣，端坐，面貌如生。这样我不这样往生的，尽心受，乃至十念，这一生就念了这十句，啊，都可以。但是就是说，这个一向专念指的什么呢？指你从开始起到最后这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在专念。那么不行的话呢，就是修十念法，刚才说过啊，十念法也是一种，这都可以往生啊。在这个观经说的是个十恶啊，忤逆十恶，临终啊听到善知识的教导，他忏悔，他念佛也往生，所以十念必生，包括这两种，包括是临终之后念了十念，还就平常就修十念法，这是最方便的了，也可以尽心受，这一生老念啊。再有另外就是啊，这两种啊，一个就是平常修十念法，一个临终有这个机缘能够念到十句，念到最后断气。关键在最后。那么他听了这个无药死的人，他听了别人劝，他就开始念一句，一直念到第十句他就死了。念到后来觉得我念了半天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你看这个搞气功的又是这个本领那个本领，他就搞别的去了，见异思迁。那他以前单练的多，他不叫一项专业了，他最后他不念了。还有啊，或者有人在最后的时候啊，病痛啊，或者什么什么呀，意志不坚呐，留恋这个家儿子女啊，练不成啊，这都不叫一项专业啊。这只要真是发菩提心，一项专业呢，就决定往生。大家或者有人会怀疑，念佛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呢？这就回答了，因为能念的跟所念的，能念的是我们在念的，所念的是这一句佛号，都是实相。能念的我就是实相，我所念的佛号也就是实相。这个实相的功德那就是无边了啊！这根据这弥陀要解啊，说是无量光、无量寿啊，阿弥陀佛还有无量，是又号无量光，又号无量寿啊。无量光嘛，就横遍十方啊，在虚空中没有地方不遍呐，遍照啊。无量寿它数穷三际啊，过去、未来、现在啊，穷的三际就是你都是没有个终了啊。啊，过去是不可穷尽的，未来也是不可穷尽的啊。这个是无量寿嘛，所以就是都是啊贯彻的。横竖交涉，横和竖相交相彻，
就是法界的体。法界的本体嘛，就空间时间。举此体做弥陀身主，就是以法界的全体做成阿弥陀佛的佛身，做成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就是举这个法界体作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这就出来了，一句阿弥陀佛是什么？是法界的全体啊。事故既然是这个名号是法界全体，这个法界性是什么呢？法界性就是咱们众生的本觉的理性。那所以阿弥陀的名号就是我们众生本来的理性。那现在我们持名呢，那这句阿弥陀就是我们的本觉理性，我们又念阿弥陀佛，我又念啊，这个是我本觉了，我这一念是开始的觉，我称为始觉。我念的是什么呢？念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本觉理性，我这个始觉就合乎本觉。所以始觉合本，始觉老合本，就究竟觉悟了嘛。实本不二啊，始觉这就是跟本觉不是两件事情啊，说不二法门呐、啊。你始觉也是阿弥陀佛，你本觉还是阿弥陀佛，这不是不二了吗？生佛也不二了，我这个念佛的时候，我本觉体性就是阿弥陀佛，我那始觉也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一切都不二了，众生跟佛也不二了。是故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能够相应，这一念就是佛。所以非常直接，所以净土中也是当下生佛啊。不过你不念就不是了啊，念要念就念到这个非常散乱，非常怀疑，最坏是怀疑啊。密宗都讲啊，就讲这个人，就执着是怀疑的宇宙，怀疑的人这个咒就没有灵验了。什么咒都是讲功德大吉了，但是你要念的人，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念的不没有那么灵验。其实那个经理早说了，你有疑咒生疑，对他有怀疑，他有这么大功德吗？那就完了，那就没有这么大功德了，唯独疑咒生疑啊。那么所以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就是念佛的功德，就是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弥陀名号就是法界体啊，所以这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三法界啊，名号就是我们的众生的本觉啊啊。我们起心念佛是始觉啊，我们所念的佛正是我的本觉啊，所以就是这始觉合乎本觉啊，啊，都念念相应，念念就是佛呀，这就知道持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了。这是从啊，这是这个弥陀要解的说明这个念佛的功德。我们再进密宗的话，啊，密宗里头日东密新教大师。他说从这个阿字，一个阿弥陀佛的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一切咒都从阿字出生，自一个陀罗尼生一切佛，一切陀罗尼一出生一切佛，这就是阿字出生一切佛了。他又说是阿字这个真言，这一个字的真言，这一个字是十方佛的佛心，诸佛的法身从所加持，一切佛的法身都加持这个阿字。又说毗罗迦那以此阿字名为密藏，比如说密宗什么秘密，秘密阿字作为密藏。这个阿字嘛，咱们这个家喻户晓，咱们日本谁都念阿弥陀佛的，不过大家虽然念不知道这个阿字如此殊胜啊，不理解。又说三身佛的法身报身化身，唯说阿字一法，说了很多法，说什么就说了一个阿字的话。阿字代表无声啊，第一个意思是无声，有无量意，第一个意思是无声。诸经广赞此法功德，许多密教经典都称赞啊这个阿字这个法门的功德。闻名触耳，听了这个阿字的这个名字，这个声音一到耳朵里来，重罪并消，就消除了好多好多罪啊！啊，唱声见字，你这念唱声，
见字，你观想，观的成纯熟了，就能看见这个字。这个很什么的，我这个在这个刚解放之初是念佛法门啊，在念佛这个七天的时候，在第三天开始看见这阿字啊，幻得云集啊，浅观淡信呐、啊，你浅做官的人呐、啊，你只要肯信呐、啊，直游净土，你就可以啊去往净土。深修圆智，你还能深修啊，能够生出圆的智慧，现证佛道，你现生就要成佛了。这都是密教的这个讲这个阿字的功德。所以这个清教大师有这个话，所以说他这个念佛这个很殊胜，就因为佛号里有个阿字，阿弥陀佛啊。这阿字功德是这样子，一个阿字这样，佛号还加上还有弥陀啊，还有佛，那功德当然就可以，我们可以晓得了啊。而这一句佛号往下手很容易啊，不论谁呀、啊、都可以念了啊，不管你是聪明还是笨，还是忙还是闲，都可以做得到。名照万德，这个名字里头就包含了万德，你念这个名字，万德就汇聚于你的心啊，妙感难思，这种感应是不可思议的。从有念巧入无念，你本来是念，但念来念去念来难去，虽然在念，你心中离了一切妄想，有念而达入无念啊，离凡心顿显果德，从你的这个凡心，你顿然就显出来你果德的殊胜。这两句话是我写的啊，后来我看到这个弥陀要解里头啊，有两句话，我把它凑在一块儿，跟我这个话啊，我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这根本以要解为师嘛，所以这个说法就相近了。而这个要解这两句话刚好正好是个对子，从事迟打理迟，就世上念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咒也一样啊，念咒呢达到理迟，一上来就要理迟。你做从事实开始，即凡心成佛心，就你这个凡心就成佛心了。跟我这呢是从有念巧入无念，即凡心顿显果德啊啊，这也就可以说是师承偶遇大师啊，这个是这么一脉相传的。苏超，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弥陀苏超，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是什么呢？其诸圣于片言，越三其于一念啊。你跟诸大圣人，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和这个普贤菩萨，跟他们看齐，跟他们平等，一片言就是一句，这一句名号，这和这些大菩萨就平等了，看齐了。说这个顿法啊，啊，有很多人他就说是只有我们先修小圣啊，先从出果一点点来呀、啊，但回小向大呀、啊，不好。那就跟这个比，一个是走喜欢走，咱从这到这，一个喜欢这么走，一个就这么走啊。我们这个是这个念这个法门呢、啊，它是直接去越三级一念。那一念之间越过三大等级别，所以是顿法呀、啊，所以这个大圣起行论它是只是小始中顿圆呐、啊，大圣起行论是宗教，它还坚持要三大等级别，到了圆顿教就不是如此了，啊，一念就刹那即可以成佛，极圆极顿至简之意啊，在圆顿中是极圆极顿呐、啊，在简易来说，至简之意还有比这个再简单吗？是不是 啊？这个你六字嫌多，可以念四字啊，念阿弥陀佛呀、啊。所以就可以知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是本经的纲宗，也是一大藏教的指挥啊。这个就把这个宗和趣，这个宗。我们今天啊做了一个介绍，我们要研究其他的经典也是如此，一上来我们问它宗是什么啊。
去了，就元圣四土进登不退回去啊。四土嘛，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土。凡圣，这先谈凡圣同居土了。咱们这也是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啊。但是要知道，咱们是极乐凡圣同居的位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的净土。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是有所不同啊。爹就举例说这个问题，我们也凡圣同居，我们这圣在哪儿呢？文殊在普护台山上，是不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现在还是照样接送啊，就你不认识啊，是吧？在五台山呢，还有很多罗汉呢，在天台山呢，在雁荡山呢，这都在咱们地球上啊，还就在我们中国啊，同居啊。可是和人同居不一样啊，要点就说了，这小圣的初国、二国、三国，他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他等到他最后他证阿罗汉啊，那么他可以跟我们同居。还有大全世界的菩萨，这些佛像文殊菩萨，他世界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时候也能碰到。那么等到这个十圣，这个初国、二国、三国他涅槃了，这世界就没有他了。这个全圣他度生的缘了了，也就咱们带着五台山也碰不着文殊了。说这个同居跟这个就是地球这样的性质的同居，而且是有时就这个圣人是生啊，众生就沉呐 而且苦乐也悬殊啊，很不一样啊，所以是暂同非究竟同也。我们这跟圣人同居在这个土上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同。而且天壤之间呢、啊，都说这是雁荡是都有五百阿罗汉都在 啊，但是碰见的人很少啊。我这个大家这么些人去舞台，真的见到文殊的还是很少啊。啊，那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个一个福建的和尚见着文殊了，啊，那真见着了，哈哈哈哈啊，那他是很诚恳的，今天说说这个吧，就讲这个了，把这接触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这其实两个人告诉我的，一个是圆彻法师，会做诗的，现在到南方去了；一个是通愿法师，他住通愿法师啊，在这个比丘尼，他住当时住舞台，就知道这件事情。他是三步一个头，磕到大概中台附近，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小门写着金刚洞。哎呀，虽然这个名字嘛，妈呀，佛教地方就跑进去。我一看里头很大，啊，有大殿，有什么什么，有这个两种修行人，一种是和尚，啊，一种是喇嘛。喇嘛都在用功啊，他就看看，他说是他先要上到大殿嘛，看看大殿。到大殿一看呢，这个大殿很特别，只有一个佛座，没有佛像。没有佛像嘛，那么他就没有礼拜，围着这个佛座啊绕了三匝，就刚出门。刚出门，或者来一个小孩就喊他，哎，什么什么法师，你别走。他就很像这样，怎么知道我啊？他认识我，叫我的名字。他说我师父叫你进去。他就跟他走，他就看见进去一个很老的白胡子很长的老人。坐在上头，他就顶礼。听说他是南方来，远来不容易，给他一个座位，让他坐在旁边，给他招呼他茶喝，说谈的话啊。谈话他就说，这儿很好，这个福建和尚，我想跟这儿挂单。那个老人摇摇头，你到你还得走啊。他又问，他说是怎么这个大殿上这个没佛像啊？老人说我这用不着，老人说我这用不着，这都是禅宗的意味，是吧？所以这个文殊顿起佛剑，贬二铁为山，在我这用不着，就是没有佛剑。后来还谈了些别的啊，
然后他就出来，他也没觉得特别，继续拜，拜拜拜就拜到晚了，他就不能再拜了。有一个西藏的人就在那儿住家的，也像是一个行者是之类的人啊，那会儿都很熟的，他就到他就招待他，你在我这儿住吧，在我这儿吃，吃嘛，两人就谈起来了。谈起来的话，这个福建的和尚就问他说：“你们现在五台山有多少和尚？”叫他一起，所有的五台搁在一块儿了，山上山下。说：“哎呀，这徒弟俩把和尚都放在一块儿啊，真就是二三百人呢，把什么都凑起来。说我们要打一个天生灾呀、啊，是很困难的，凑不齐啊。”这福建和尚不对啊，他我到那个金刚洞，那一个里头就好几百和尚了，出家人了。说那怎么会？你怎么说这么少？那个住在舞台上说哪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过这个地方，没听见说过。说我都进去了，说你看我们这个导游图，我舞台上有导游吗？有吗？你看有这地方没有？还是没有，没这个地方。那地方俩人就说这个，他就那个就说你呀、啊，你恐怕是碰见文殊菩萨了。所以他一听，他哗一下就哭了。他也不吃饭了，呵呵，他从头再拜啊，又拜，哎呀，这都会拜成一步一个头，又拜在那个地方，但找那个门找不着了。那么他就第二天他回去之后，路过圆哲法师那个庙跟他的一个同乡说了，同乡告诉圆哲法师呢，然后赶紧追他嘛，他已经下山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招待他的这个人，就是留他在家里吃饭的这个人，他告诉通远法师的，所以就是说凡圣同居，圣人圣还是在，我还是凡圣同居，不是没有圣，就是难遇啊。那今天就说到这啊。那个上次谈到无量寿经的宗和趣，宗是介绍过了，上次开始谈到趣啊，趣呢那就是原生四土啊，净灯不退作为归趣。四土呢，我先介绍这四土，凡圣同居土。那么上次已经把这个要节所说的啊，这个他的这个原文呢、啊、做了介绍。那么补充了一个例子啊，现代就是十年动乱之前没有几年的事情啊，一个福建的潮汕的这个明星都有啊，他三步一头进了金刚洞。啊，里头有几百个喇嘛和和尚啊，看见文殊啊，当时他不知道，后来碰见一个西藏的人呢、啊，在那儿住家，就说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就点醒了他啊，他就知道是文殊嘛，就感动啊，当时饭也不吃，痛哭流涕，改成一步一拜。走到那个原来发现金刚洞那个地方，反复的找不到了啊！这个当时嘛，他那个文殊给他把这个我十年动乱的情形已经给他预示了，说到是佛前无灯啊，庙中无僧啊，那十年动乱可不就这样子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明啊，我们是凡圣同居啊，圣人就在咱们这个地方上啊，这是同居。啊，这个底下呢，我们就把这个根据这个要解啊，他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都是有凡有圣。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不是都名为同居土啊？但是它非常的不同啊，所以就是说有四点。第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居是暂时的同居。这个有许多这个阿罗汉呢、啊，他三果的圣人呢、啊，等他证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就
正涅槃了，极灭了。那就无所谓居不居的问题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就不是说在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权世界的菩萨，有许多大权世界的菩萨，像那个鱼篮观音呢、啊，化成一个啊，这个卖鱼的一个篮子里头啊，变成有这个瑜伽的妇女啊，啊，篮子里头还有一条鱼啊。啊，变成一个凡俗的女人呢、啊。等她把这个经典都大家都背熟了以后，那么她就视线就没有了，就死了。这观音的大乘菩萨的视线呢，这种事情很多啊。这个视线是有人证明了，后来碰见个和尚给他证明说：“你们这些人愚蠢呐、啊，啊，那是观音呐、啊，大家不信的，打开棺材看呢，棺材是空的。”啊，大家相信了，这是当时的这个马郎的新娘子，原来是观音的化身。这都是大权视线，视线过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暂时的同居不是长期的相同啊，就是这但是这个净土的同居呢，那么就可以跟这些诸上善人诸大菩萨聚会一处，一直到成佛。从时间上说是不同了，不是暂时的，这个同居是暂时的，这个啊，他这个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住在这个时间了。第二点呢，南域五台山大家都很多都去了，那位福建的出家人呢，他遇见文殊了，是不是？但是这么多人去五台呀、啊，是吧？是很少有人在游雁荡啊，游天目啊等等，是吧？啊，这些也没有碰见阿罗汉呢、啊，是吧？所以很难遇。虽有圣者现居之土啊，你不容易见闻和亲近呢、啊。而在极乐世界，到如是如有啊，朝夕相聚啊，又是个不同啊。你虽然都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遇不着啊。一个就暂时的相同啊，要再有同龄也遇不着啊。文殊现在就说还是每接朝五台的人必接必送，但是你有时候你遇到你不认识，是吧？这难遇。第三是稀少，那咱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圣者就如真如位啊，极少极少啊，不容易奉到啊。而极乐世界呢，其中多有一圣补数，居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这些阿毗跋致这些一圣补数的菩萨，就是补佛位的菩萨，就在示现一次啊，出刀帅将王公舍家出道，示现一个这个八相就成佛了，这叫做一圣补数啊。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呢，弥勒菩萨就是一圣补数，这个一生补出的基数甚多啊，你算数都说不出来啊，不是多少亿呀、啊，啊，拿一个亿的亿去说，还是算数所能知啊，是不是啊？它是非算数所能知的，唯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来形容啊，多啊，不像这个少啊。第四呢，所做也不一样啊，在咱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凡所做的就是六道中的事啊，停轮六道啊，就是烦恼啊，贪嗔痴啊，缠薄啊。圣者由于圣欲凡夫就轮转六道，虽然是同在这个一个同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土，但是所做和成就就完全不同了。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嘛，但是所做是同的，都在破无明啊。啊，所以这个42品无名一点点破啊，嗯，啊，同登妙觉啊，都要成这个等证了等觉之后，还要成证妙觉，破最后一分无名啊，啊，所以就是说，你看看他就是啊，他是这个啊，不是暂时的相同，也不是很容易遇，而且多的不得了，而且是大家是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啊，都是破无名成正觉啊。所以就是说，虽然是同居，这就四个不同。再者呢，这个土的凡呢，包括三个道啊。这凡这一边来说啊，极乐世界连名字都没有啊，不，这个是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啊？这又是
此一往生的人就不再入三恶道了。啊，不像这边的众生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六道之中沉沦的头猪头目啊，就驴胎马马夫啊，就是啊，这个啊，辗转恶道，苦去时长啊，在恶趣中辗转呢、啊，而且一入恶趣那个时间就长了。更有进者，更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弥陀要解》中所说，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啊，从机遇观最难透透。我们人的大事因缘呢、啊、就是要这个截断生死根本呐 啊要成正觉啊，但是就是从居这一关是最难的能够透过去啊，能够从这里得到解脱啊。因为同居土的凡夫要断尽，就是一点也不能剩，见货思货，所以见货思货都断了才得漏尽通。所以这个六神通，这漏尽通才是最可贵的。这前五通，那这个是这个连妖魔鬼怪他们也可以有妖通啊，也可以达到飞行啊，也可以治，可以预知啊，也可以种种啊，也可以有天眼啊，啊，也可以有他心啊，也可以知宿命啊。但是他们不能得漏尽通啊，他们这个见货思货啊，说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搞气功的头一个就是练气修身，这就是身见，这身见这就是见货，一开头就是见货，他第一条就断了就。我们第见货见货中第一条就是身见，他们所行的就是正是这第一条，这个身见，整个在身见里头，他怎么能够啊断这个见货呀？私货那叫极细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啊，断尽了见思二火才得漏尽通，说漏尽通才真正出生死，他真正无我，到了这个时候就证到人无我了。所以阿罗汉呢啊，他是都是有一涅槃，那么这个才能够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四土嘛。这同居土之上是方便有余啊，这是这个小果的圣人阿罗汉所居之土，这一种就叫做庶出三界啊。按通常的双上圣吗，生着这么生着断见，我到生成天啊，生着这个出欲界入色界，出色界到无色界，出无色界，那么就透脱这这个三界了，出了三界，出了生死了。所以这个速出三界这个事很难呐、啊。我们试想一想，这个贪嗔痴慢要一点都没有，是什么人的境界啊？啊，咱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有多少都是在这一类里头啊，不是贪就是真就是痴就是我慢。所以此事甚难呐、啊。但是往生法门呢，他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依靠你从要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是从咱们这个同居的位土变成了同居的净土，所以它这个容易在这儿了。还是同居土，但是一个是位土，一个是净土，所以就不需要你断见或思惑啊。你只要是真正合乎本经的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大摩阿弥陀佛，你就蒙到佛的大愿的加倍啊。这个加倍所以名加是你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感应啊，这个加倍啊，我们有人觉得我这个念佛我没有修持，我出家我持戒我没有得到什么感应，你真的是持了戒，你真的当然你就知道他这个都是难免是持不住啊破啊，是往那里忏悔嘛，总之都是有功德的，总之你都是得到加倍的，
但是你不感觉啊，这叫名家呀，冥冥中在加倍你啊，这个随时随地，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在护持我们啊，那就是这个念佛的人，大势至菩萨，他这个世界摄受念佛的人都在加倍啊，他这个名家，这个名家很重要啊啊，有的是显家。啊，有很多这个感应路上那是显家，看见佛放光了，不把你救度了。啊，但是还有好多是名家呀，啊，这个我们这个，只要是这样的话，你肯这个发菩提一向专念，就佛的愿力就加在你头上了。不必等阿弥陀世界说你现在在念佛，我要加倍你，自然就加倍了。啊，你自个儿也不知道。那么决定往生净土啊，你这真是发菩提，你一向专念就决定往生啊，那是释迦牟尼这个阿弥陀佛发的是这个愿吗？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成佛吗？他成了佛了吗？说这一点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嘛，而且是决定做到的嘛。他说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异于者、不妄于者，一切佛都是如此啊。阿弥陀佛发了这些愿呢、啊、这些愿不圆满不成佛呀，阿弥陀佛成佛了，这都是事实啊，这些愿都成为事实了，不是，我不是像有这些发的愿是狂愿呢、啊，啊，这是一个空的愿呢、啊，啊，其事至意嘛，所以就是一部弥陀的六字洪名，一圣愿海，啊，你只要是这个求生净土，你就是入到这个弥陀的愿海了，你又念这个六字洪名，啊，就这样的愿海和名号的加持力，决定往生啊，这个事情很容易啊。当然我们就要说这个容易者是和其他的法门相比较而言，这个事是至容易，是最容易的，但是不可以体会，就这个法子是非常容易，你可以一点不费劲儿，你可以一边还是天天跳 disco， 天天去吃咖啡牛奶，天天去逛公园，那么的你轻轻松松的，我最后念几句佛就往生，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和其他的法门相比较，没有比这个再容易的了。但是一个凡夫要以这一身修到了往生，你不用出全部的力气，不刻苦专精，不是一番寒彻骨，真得梅花扑鼻香啊！没有一番寒彻骨，真的信真的愿也起不来啊、嗯、啊，所以要能念到啊是符合了弥陀大愿来接引，那就是要求你这个才表示你真是愿，是吧？关键在这儿，你天天要跳迪斯科，我想讲便宜我就得不得往生，那你这个想愿生之心不是很切、啊，我这个觉得这我这个六道的父母在这个地狱之中，在那受苦，在那在油锅正煎，就等我来去救度，我怎么能够救度？我及早的往生，及早的见佛闻法，我就有力量去救度啊！是因此如饥似渴啊！这个所以你这才这样说，真是愿意去嘛？这叫做愿嘛？你这个心不是这么恳切。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啊，觉得反正是不错，是很好，我反正是好事谁不愿意得到啊，那么就这样子，那个就那就愿就不切啊，所以要深信切愿，说这个事儿也是啊，说每个人要体会到它不是寒彻骨，就没有梅花的扑鼻香啊，所以不要把，有的就把这个智意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偏了啊，有的人看着往生是非常难，不可能一生不易，这个都做不到，这个又是偏了啊，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而是事实人都可以做到的啊，但是你要是真正体现出深信切愿，切愿对这个娑婆不留恋了，哎呀，在家人想当总理，想当部长，想当亿万富翁，是留恋的，这个出家人也想当法师，当方丈，当佛学家，也还是留恋娑婆呀，还是在这名利堆里头转不出去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要把真正的生死心、度众生的心、成正觉的心、彻底求觉悟的心呢、啊，此事不容易啊，所以身出家已经很难了，
这叫新出家呀、啊！啊，要把这个要愿娑婆世界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才行啊！嗯、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治愈两个字的，怕容易引起误会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提一提。所以叫做预行道，跟别的方法相等，没有比这个容易的了。而且还可以说一句，到了这个时代，要不用这个方法，要求极生一个凡夫。巨薄的凡夫啊，当然你这个大成就的人就当别论了。你个巨薄的凡夫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要想这一生要就出生死之海啊，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你参禅念咒都可以，但是你都不要求生净土啊。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想能出离生死之海就没有可能性了，所以这么说啊。因为现在要是末法中又是一千年了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是只有依靠这个易行道啊，它方便直接最方便的、啊、你这个不需要啊，不需要你闭关啊，不需要你什么呀，你上班下班你都可以做啊。将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些出家大德的到了这个寺庙中去都有职务啊，是吧？啊，你都必须闭关，你这个就很难了。现在你这个我就说现在大家很多出家人觉得这个庙太忙了，成天在扫地，那么你这个扫地你这个条路，这一条路来南无阿弥陀佛，一条路去南无阿弥陀佛，完全可以修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它就是方便直截了当，你所念的佛号就是你自己，珠子放光，光又照着珠的身体啊，就是这样子啊，这直截了当，殊胜稀有，这是最殊胜之法，最稀有之法，乃十方世界之所无，其他世界，所以十方世界都劝他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最明显的，咱们就是这个药师佛嘛，咱们这个都跟大家缘最深的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琉璃光王佛嘛。那药师经说得很清楚啊，你念药师经，念药师名啊，你临死了之后，药师牌的大菩萨护送你，八大菩萨护送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就是说，啊，你修别的法嘛，最后还是往生嘛，是十方世界之佛，我所以这十方的佛诸佛都出广长摄像劝众生啊念佛往生啊，所以十方诸佛所同赞的，因为这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你没有断惑，你还有见思惑了，你就是不退啊，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啊，说极乐世界最大的特点，你是凡夫，是凡夫，凡人同居是凡，可是凡夫他是不对转了，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说你要成圣人很难的，你还是凡夫就往生了，这个凡夫还是可以做得到，比那个做成圣人要容易多了。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十方佛土之所无啊。又待业往生嘛，这是待业往生，还是凡夫啊，但是没有退转呐、啊。所以不退转之后，你升到了同居，你也就是啊，它圆融起来，它就必定要一步一步的断惑，一步一步的破无明，一步一步的正法身呐、啊，啊，所以也就是原生四土升了同居啊，这是个时间上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现在爱因斯坦不都说了是众生的这个错觉吗？哎，所以这么说起来，他这个不就不也不根本不是个问题，是吧？是原生四土啊，是生往的东西就是原生四土。这个待业往生，我底下要回到把它发挥一下啊。现在这个国外有人呢、啊、写文章啊，组织了很多人呢、啊、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过去做了很多的辩论呢、啊。啊，等一下，我给你等一下有还有引证的经文，来根据这个待业往生，那绝对是站得住的啊！这一点呢，回头再谈啊。因为要如果没有待业往生啊，就没有净土宗，也就没有什么特殊了啊。就是因为你有还有罪业，你还能往生，就是正显出弥陀的大愿，正显出这个法门是容易啊。这个问题咱们保留在底下，因为这个很重要。